是什么？讨论讲于2007-09-25中秋。求道是什么？讨论讲于2007-09-25中秋。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 v 等于 nh8r3thmf 观看次数 41,793 次。2019年10月27日郭明义的云端讲堂 2.1 万位订阅者。求道是什么？讨论2007-09-25中秋。刚才办道以前度来的道亲问一个问题：求道是什么？我们今天来研究的课题，求道是什么？我们时常要度人求道，自己也求道。求道到底是什么？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来集思广益。如果你被问到这个问题，或自己问这个问题，求道到底是什么，有什么意义呢？对我们的生命有什么影响，或者我们将来要怎么样跟道，建立什么样的关系呢？这些都是我们值得探讨的。求道是什么？我们说这个道就是路，什么路呢？和一般路不同，向上一。路向上的一条路，往上走的一条路。这个道可以让你一直往上走，只要你坚持走下去就可。以脱胎换骨一直往上走。通天往上走，从坏人变好人，好人变君子，君子变圣贤，一直往上走，向上一路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求道？人往高处走，我们要确定走在向上的一条路上。一般人说这个人很上进，但真的上进吗？不一定。我们看很多政治人物，他们很上进，很多企业家很上进，他们得到很高的权势，得到很多财富，就真的向上了吗？到底是向上提升呢，还是向下沉沦？那我们求道是一个要保证往上走的一条路。我们求道也是开启我们通天的管道。我们跟上天可以沟通，通天窍打开了，这个门户打开了，通天窍打开了。所以我们可以直接和仙佛菩萨来交流。有什么话把心收回通天门户，跟上天沟通。笛卡尔说的上帝的宝座，精神的殿堂，灵魂居住的地方，就是这个地方，通天窍。上帝在哪里？就在这里，所以是通天窍，把心收回来，跟上天沟通。老母慈悲，上天慈悲，明明上帝慈悲，我发生什么困难，有什么问题，有什么愿望，向上天倾诉。像刚度来的道亲就可以告诉他去祈求，小孩子有问题祈求老母慈悲，救救我的孩子，让他去恶向善，成为一个正人君子，这都是上天赐给我们通天之路。好，我们对求道是什么这个问题，大家来想想看，你们的意见有什么想法？陈兄有没有宝贵的意见？如果有人问我说求道是什么，我会跟他说，
花200块送你三宝，仙佛保佑你解除你的烦恼。郭，你可以补一句200块，还可以商量太穷100块也可以。陈兄的体会，三宝就是可以有仙佛保佑解除烦恼，这个很实际。我们人烦恼想很多方法也解除不了，用三宝就可以解除。我们说心病还要心药，一心药就是三宝，三宝就是消除我们的贪嗔痴。我们一般人都认为烦恼是因为某件事没有办好，或老婆让我烦恼，老公让我烦恼，小孩让我烦恼。事实上，谁没有亲人，谁没有事业，谁没有生病的问题，都有哇。可是为什么别人不会烦恼？因为我们有心病，我们的心病就是贪嗔痴。贪心很多，很容易生气愚昧。我们传的观觉应三宝，就是可以让我们的贪嗔痴越来越少。就像特效药一样，可以消灭病毒。我们贪嗔痴的成分常常用三宝，贪嗔痴在生命中就越来越少。但用三宝真的是要专注，好像药含在嘴里没有吞下去，药效是没办法发生。很多人用三宝用得很浮，没有深入念一念，随便用一下，要全心全意，就像要吞到肚子，要给他一点时间消化吸收。这时候贪嗔痴就会被扑灭，就越来越没有烦恼。所以用三宝要专注。还有就是，我们人生除了内心的烦恼以外，还有外在的灾祸。人生很多灾祸看不到怎么办，没办法预防，所以要靠仙佛保佑。无形的灾祸要无形的仙佛保佑，所以陈兄到底是做生意的很实际，内心烦恼外面的灾祸很实际。道清道就好像树根，现在气候异常，树如果树根扎实，就处变不惊，很多事情都是我们自己想象出来的，想象出来就会恐惧，恐惧就会慌乱。求道就是得到根本，修持三宝发现很多相同的道理，像拉梅兹，目的不是帮你生产，其实只是让孕妇心灵平静，心灵平静就会放松，放松就比较好生产。安宁病房最后目的让心灵沉静，就不要恐惧。郭，所以求到你是得到根本，而这个根本就是心灵的宁静，不恐惧恐慌，这个体验很好。修持三宝，心灵不管碰到什么状况都可以保持宁静，巨大的沉静。一般人就是很容易浮躁烦乱，然后很容易就乱说乱做，最后造业。道可以安定你的心灵，安定我们的心灵。问题是怎么安定，而后有定心要收回来，收回方寸宝地，就是至善之地。止于至善心要收回来，收到这个通天的门户。不管世界怎么黑暗，这个门玄关是光明，通往天堂。当然世界也有光明的时候，如果万一陷入漫漫长夜一片漆黑的时候，有时人生业障现前的时候，
乌云遮顶没有关系，这道门玄关还是亮的，所以我们心要止在这里，玄关道亲要养成这种习惯。不管世界是幸福的还是悲惨的，但不要忘记这道门玄关是最光亮的，永远光亮。世间的幸福是暂时的，悲惨都是暂时的，这道门玄关是永远的光明。这一道门玄关一定要守护住，就可以不管环境多恶劣，心里很笃定。不要忘记守护本性，树根很重要，你说的没错。心灵的根本，整个宇宙的根本都在这里，一切的根本，这叫圆圆亨利真的圆。道亲，有听过求道就是人的开光，佛像要用的时候要开光，人也要开光。开光为了什么？为了变成神明。我们的神会越来越明，仁智仁慈智慧平安，可以让我们观念比较清楚，清净心脾气方面比较清楚，比较了解自己，比较有智慧，不会活着打混战打糊涂战，头脑越来越条理分明，这个体会很好。有光灵光，求到一点就有灵光，有天眼的人可以看到，求到的人玄关都有一小团光，修得好的人这一小团光会放大，变圆光宝盖。佛菩萨都有一个光，就是这一点光慢慢放大，当像一个灯光一样放出去，无形的光代表一种光明，不会被蒙蔽的智慧，了了分明，做事知道怎么做，说话知道怎么说，生活要知道怎么生活，待人接物要怎么待人接物，都可以非常清楚，这种体会很好，不糊涂。道亲，求道以后遇到事情比较会转念，欲望比较少，对仙佛要有信心，每天拜弥勒佛，看弥勒佛那么笑的那么开心，要学弥勒佛包容心，自己要发菩提心。看到一些家长带着孩子就想跟他们说来求道，孩子在外面遇到危险可以用三宝，因为孩子在外面遇到灾难或心情不好，叫妈妈也叫不到，直接用三宝，仙佛菩萨会拨转，所以求道之后建议孩子要多用三宝。对呀，所以你的小朋友都会用三宝，孩子小时候骑机车载他，叫我骑慢一点，十字路口冲那么快，他都要用三宝。小朋友养成用三宝的习惯很好，用三宝只要用一定会有体验，不管是心灵的安心的作用，或者是碰到灾祸的时候躲灾避劫，或待人接物和学业事业考试等等，会有这方面的感应。非常多三宝就是具体让你活在道里面，活在光明之道的简易的方法。好像我们用最简单的方法可以启动一个电脑，一个大电脑里面有无限的功能，道也是一样，这世间有这么大的宝藏，透过三宝就可以启动它，简单启动它很简单，体悟到这种弥勒欢喜之道，像弥勒祖师欢喜，欢喜不用有什么原因的，弥勒祖师欢喜有什么原因。
我们看他很欢喜。问题是你想想看，换了是你面对这么多苦恼的人笑得出来吗？我们看到他很欢喜，他看到我们应该很苦恼。我们看到大家都过得很好才会开心，每个人都愁眉苦脸，他还是那么欢喜。所以欢喜没有原因，欢喜就好，不要说要怎么样才能欢喜，不需要随时都可以欢喜，等一下要死了还是可以笑嘻嘻的走。欢喜不需要条件，这是弥勒祖师的欢喜之道，没有条件的欢喜。看到别人的孩子会想到赶快来求道，可以得到三宝，可以保护他，这是一种慈悲，非常好。道亲求道感觉是一种明确的当下，有时候放不下。像昨天回东市回来丰原的时候雨很大，有的时候会有些怕，因为雨下很大，打雷闪电，可是昨天感觉好像没什么事，只是下雨而已，心情上很安定，很心安的感觉，可以免于恐惧，这都是很实际的感受。我们说不要害怕，不要恐惧，大学里面讲要正心，正心知道心不正，为什么不正？有所恐惧不得其正，有所忧患不得其正，有所好乐不得其正，有所愤志不得其正，一天到晚生气不得其正。但是你要做到不恐惧不愤怒不忧患不好乐，不会被一大堆贪欲嗜好，就要有道。你本来就胆小的人，尤其打雷怕得不得了，不用打雷，人家讲话大声一点你就受惊吓。以前特别恐惧的事，现在可以不恐惧，就是一种正心之道。我们的心不应该活在恐惧里面，也不应该活在愤怒里面，不应该活在欲望里面，不应该活在忧患里面，不应该活在担忧里面。所以我们这个道证明是正心之道，让我们的心维持正常，正常的心不应该被这些绑住。道亲求道对我来说，我希望求道对我来说是改毛病，去脾气比较心安淡，我好像已经变成老鸟郭，只要没有离开道场，老鸟新鸟都是一样，菜鸟都是一样，上天有办法来护持你，发动种种因缘让你把道念提出来，提起正念，用各种方法让我们提起正念。不过你说的很好，改毛病去脾气很实际，不是光求福逃祸，因为人最大的问题就是毛病脾气多，能够把毛病脾气戒掉，那就是仙佛菩萨，那就不用求福了，自己就做仙佛，还可以赐福给别人。所以你方向抓得很正确，改毛病去脾气，从这个方向一直走，我们有决心要改毛病去脾气，倒确实有这个力量，它就像洗洁剂，洗洁精确实可以把衣服洗干净，但你要用很脏的衣服要多搓几次，多搓多揉，它有这个功能在，一定可以帮我们身心打扫干净。好，我们今天讲到这里，今天有请谭大家有什么要跟上。
天祈求珍惜这个机会，一定感应到交百分之百。正确的祈求上天不会置之不顾，一定让你很清楚上天知道，上天听到，上天也正在做在保护我们，支持我们。好，就这样，谢谢。